跟上。没吓出来的。晴天霹雳！二牛哥，咦，你都快生了，还跑田里干嘛？给你送水。送什么水呀？你这不是送命？22岁了，这病很难根治啊！不，他是胎气未尽，需要滋补内蕴。不，他食欲不振，绝不可再乱补。我们家少爷能吃得很。老毛病，又饿了，又要吃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老饕犯规乱卖证？是个女的，要是个男的，就凭这身牛力气，准能吃遍天下。谢谢大家，怎么样？2文钱？稍等啊，我验下货，啊，验吧。哎呦，你看啊。你看看啊，没错吧，裂了个缝，你看看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啊，打碎碰伤不付一文还要赔。你看这个你要赔多少钱呢？我快点，来看看。见过。哎，兄弟，你这货是真古董？当然了，这车上哪件不是几百大洋啊？你看看。哎呀，一看这瓶子就是真古董。当然了，你要是瞧出有一点假，我倒赔你1000大洋。你看这裂缝，皇字暗旧，必是经过百年风霜才能变成这等模样，绝不是刚碰裂的新鲜裂口。要是新碰的裂缝，
这个裂口是干净白亮的，这有道理，这就证明这个裂缝不是他弄破的。兄弟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对，啊，对。拿去吧，两文钱就让人家小姑娘替你拉大车啊！你这就是奸商的行为，你至少得给十文钱。给，我给。哎，给。你快记住。谢谢你，镖头大叔叔。别客气。哎，你的力气是怎么来的呀？被雷打出来的呀！雷打出来的，钟镖头，这话您信吗？天道难测呀，这同样是雷打出来的。你看看我们家五魁呀！咱连个小鸡也顶不住。说呀，小总镖头，你还是认了吧。哎，你说别拿了，钱是不是偷的抢的骗的？我弄死你！那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啊，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镖师，报恩讨我的十文钱。啊，有那么好事儿？啊，你看，俺买了三个馒头，现在还剩七文钱，两个给你吃，俺只吃一个。孝顺奶奶，哎呦，哎呦，奶奶，你咋还挠俺呢？笨货，你怎么不立刻求他收你当镖师啊？哎，俺咋没想到呢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雷二他奶奶，我是武建明，这是我给您老人家准备的盘缠啊。盘缠，拿着啊，这个是大娘连夜给你做的馒头干粮，拿着路上吃。路上吃。还要去哪儿啊？俺咋不知道？哎，这是还给你们缝了几件衣服。你们这到底是干什么呀？要送你们祖孙俩去山海啊！这是刚刚咱们村民委员会的决定。咱们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啊，实在啊容不下雷二这么有天分啊、有奇能的神童啊，一定要让他到更加广阔的天地去发展下去。行了，别转到文词了。你的意思啊，俺老婆子懂了。你放心，就这个地界，你想让俺们待，俺们还懒得待呢。来，给他。俺的小包包还给俺。你说，就这么个孩子，你们都容不下。怕他抢了你们的活计，挡了你们的财路是吗？他为你们做了那么多好事，你们全都不记得了，全都忘了。天地良心，人在做，天在看呐。你们都会得到报应的，莲儿，咱走。莲儿，
给的大力气能错吗？是这村咱住错了，没人性的东西，气死！